但在中国，除了像习近平这样子的权力核心的人物备受关注之外，现在呢还有一些官员呢也是被网友讨论翻了。我们看起来呢，这些官员他们撑着雨伞，好像是冒着大雨下乡视察，但后来拉远一踢爆，发现这个大雨是消防车洒水洒出来的效果，让网友炮轰，为了作秀还动用公家资源，真的是太浪费太可恶了。就是这张大陆官员冒雨撑伞视察的画面被网友骂翻了。看起来在雨中工作，画面拉远一看，原来是用心良苦制造出来的人造雨，靠着消防水柱不断洒水，营造出官员在大雨滂沱中下乡的场景。这是领导吗？这简直就是影帝呀！而更多的网友认为，作秀过于肆无忌惮，周围那么多人看着，光天化日之下作秀作假，难道就不脸红吗？官员造假被踢爆就算了，居然为了作秀还动用了公家资源，更让网友们火上加火。照片还显示，消防水枪水源来自消防车，旁边有许多路人驻足围观。不明就里的人还真以为官员如此勤政爱民，冒雨下乡。大陆媒体后来查证确有此事，但纯粹是为了拍摄需要，所以才喷水模拟了雨天的场景。喷水，很多人打着伞，好像领导视察一样。这个影视制作的素材究竟要干什么呢？究竟制作的方向是什么呢？难道仅仅是为招商引资吗？有图有真相，动用公家消防车的资源引来争议，事后解释是为了要招商，但是还是掩盖不了欺骗大众的事实。三立新闻。